好好玩哦！啊，恐龙怎么在吃饭饭哦？恐龙在吃饭饭呢。那你要装一个饭饭给他吃。在炒饭，咦，你在炒一个面，要小心不要喷出来哦。哇，把它埋起来好不好？你用挖土机挖土给它埋起来。小怪又把我埋起来了。小怪又把恐龙埋起来了，挖一个洞给它进去。小乖很喜欢恐龙，对不对？依依又做了一个冰淇淋，要给小乖吃吗？有另外一种牛奶店的，可是高度也差不多。阿贝，我有看到。甜点干嘛呀？哦，安尼我汤已经啉过啊。